知道了。 OK， 三峡大坝，皮蛋虾明天我的养眼酱油人参，花甲，这是叫花甲，这叫桂鱼花甲鸡。你可以试一下那个最圆的那个。哦，啊对，还有那个是鸡，你试一下那个肉，你猜哪个部位？对，耳朵吗？对，嗯，耳朵还好吧？还行吧。泰国会有这种？有啊，然后跟糯米饭一起吃，是辣的吗？那种？不辣。 尝特产，当当当，快看一下，是什么呀？啊，是个饼。对呀，是个什么饼？我可以试一下什么馅的？嗯，什么？里面啥馅啊？啥？灰灰的。哎，啥？ 芝麻，黑芝麻，甜吗？甜，有黑芝麻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好吃吗？还蛮好吃。是啊。嗯。那 Q 啊？说是那种鲜鲜的。啊。嗯。它是没味道的。对。哦。全靠里面那个水。我还以为你跟我干杯呢。省电。 但是什么做的？也是那个米呀什么的那种。对，那个。哦。我回一会儿试试啊。我的世界为你牵肠，那个瞬间随着星光，原来爱是这样温柔的，为我的心脏就像钻石光芒。我想最后你一起分享，让爱这样。 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字眼？你的视线是亮剑，为什么舍不得熄灭？我逆着光，却看见。对呀。你要看什么？完了，我跟你跟我说一下。OK， 来吧。
张化老师已经好了，关吧。我感觉有点痒痒的。哇，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。什么感觉？他拿不下来了吗？快，腾飞下一张。最大的感受就是，有很多，我觉得，一个是就是这边的美食，对，尝试了很多，然后还有就是今天就是看到这个大房，我刚看到了，过了一下，我觉得哇，好美呀，好华丽，对，然后我来之前呢，其实也在网上看到一些好看的景点地方，然后我打算明天要去逛一下，对。很像我看过一部电影，是吗？就是会在一个迷宫，有这迷宫就有这么大，是吗？对，这么高的迷宫，感觉如何啊？感觉。我们要科普一下，后面今天加一个科普。对，我们跟讲大巴，讲大巴由来是。对，像我们就像刚刚那个小吃，这叫什么？他大家可能会以为是一个墙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很高的，我很近。哎，你可以摸一趟，可以摸一下。哇，你小心哦。升降台，升上来了。升上来是舞台。啊，舞台。所以这边的水是棒，那边的水是棒。对，它是会堵住的，你看到没？就是它可以关住，关了丽丽那边。而且水的动力可以发电，你看那边就有电。下班了。开心吗？上车开心。啊，王昭君吗？王昭君，哎，你唱过一首哦，不是那个游戏的王昭君，你唱过一个游戏的王昭君是吗？对。哎，有历史悠久的吗？昭君是湖北人吗？昭君是吗？啊，是，好像是。宜昌的。哎呀，到后来就去了北部，是不是？对，特别美。我刚知道这边的货是人工货，就本来它没有，然后人工把它放下来了。所以这个瀑布它本来就是自然这样子的吗？还是这边弄的？就是它是人工改的，然后上面的水可能就是自然的。对哦，都是这里的水是吧？哦，都是这里的水，哦，只是它把它关起来而已。在这骗一个黄色柱，给。走了，我好大个喜字啊！哇，喜，来看一下，这人在这结婚了。叫你练姐，这不会揍你。哎，姐夫，这不会揍你。你们都不一样吧？我是好孩子。我是好孩子，我怎么是个姐夫？我是男女搭配。好想睡觉。很美。太烫了，太烫了。哎，是猪肉吧？是猪肉，猪肉，可以吃的。试一下。相比我们那天中午点的，这里面新鲜嘛，肯定是新鲜一点啊。好吃的，是啊。鱼糕是什么？是鱼吗？鱼肉是什么？啊，像午餐的，但是白色。第一次吃丰富吗？有一些披萨味，为啥的？这个汤呢？有点辣。啊。是西红柿味吗？番茄味吗？
觉是酸辣还是酸的，但是就是怎么说呢，像又不像，你试试看，有点奇怪的味道。这是什么？这怎么猜？这空心菜吗？要好像说的这鸭肉片，再加个鸭掌。什么鸭掌？好吃吗？